们已经先把照片做一个修正，现在你都可以再加上一些文字啦、啊，或者一些小的图片，甚至你可以增加其他照片进来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哦，你把这一张挂在工作上好处，你看，有的是好，这边它提供物件，那作品的物件会比较多一点，好，会比较多哈、哦。你看这个文字，等一下。看你要哪一种文字的类型啊，比如说你要这一种的，点下去它就出来了。那新版本的是你可以在上面就直接上面这一块哈、哦，就可以直接做一些基本的设定。可是如果你要有更多的设定，你还是要进到这边来。好，那旧版本是只有这里啊，好，直接用这种方式做。比如说你看这样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你可以直接打。好，那这边呢字型你就可以选。那么我们刚刚有给各位在老师分享在讲，因为不是有一些那个王汉生的字型吗？这是免费的嘛？我想各位电脑里面的字型应该都没有买，对不对？只有买电脑而已啊，你其他东西都没买过啊。对，更不用讲字型的，我才买。那所以你可以到我们那个上面去抓一下哈，这个免单专栏，我记得里面好像大概四十几个字体，好常用的啊，我想应该买一些比较一些特殊字应该都有，所以应该还算够多一个。那一般来讲，这种比较适合就是像标题啊哈之类的。那下面呢，新版本来讲这个，你看这个东西，文字方块的东西，这种好那个有地方，或者没有文字方块。有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就是文字比较多的，好，我们知道。那下面这个呢，艺术文字更不用讲了，看就知道跟文字艺术之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我不用讲哈，在自己去试看看就好。我们来看的是下面这一个，看影像这些，它里面呢有送你这些东西，啊，有送你这些东西。那这些呢，其实如果你觉得不够看怎么办？网络上就说。好，然后原本只有一个介绍这个素材吧，把它的款款越来越多，很多级，目前就出到五级了。好，里面就很多，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也没有关系。你看这一只，大比家的，好，今天有没有看到它的阴影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阴影会融合到这个上面来？因为它是已经去背好。好，它是已经去备好的哦，所以这样用起来是叫做还蛮方便的啊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用好了哈。那么你可以来这边，除了这个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像这里有条码啊，好，条码就在上面哈。好，你都可以用。那么以后我会教各位怎么样用 Photoshop 来做去备。它的那个不是 Photoshop， Photoshop 也有去背功能，可是它就比较弱一点。所以那个就这样，因为像类似像这种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合成，让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去做处理，而且你看右手边，这个其实就是图层的概念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说，你这个像我这一只拿来这里，哇，有没有发现被挡住了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它怎么样？这个在人家上面按着往下拉，你会看到蓝色的线，好、哦，拉到下面，这样子它就跑上来了。看没看到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你可以到做一下处理。那么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可以到这个它的官方网站，它官方网站就是软体的名称哈，.com.tw。有两部进来了，那你可以到这边，你看哦，下载完你就从这里。那么你如果要看教学，这边也有，好像这个欧老师的，那你是里面教学嘛？好，你看这里有那个要做素材的分享，你看这里就很多。我们后面会有机会介绍到这个，好，但是现在就先让各位先有个概念，也可以从这边买。不过你要下载的话，可能要先加入会员。免费的哈，但是除了你必须要先加入这样才行。好，所以你透过这个方式，你可以让你的照片来说一些变化。那如果是文字的话，你假设像刚刚那个，你也可以加上阴影，
你就点开我给到他，这里没有看到阴影没关系，但是处境进来中有一个阴影，我们就告诉他启用开放这个阴影回进来，那可以做做调整。好，所以他设定上不会太难，好，不会太难。好，那我就把他的场景就你先往上看喽。